家山夜幕将门转向晚上。小花，你干嘛？聊聊可以吗？保证不谈感情。那你想聊什么？什么都行。实不相瞒，我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是吗？那你的那个有多大？好多人啊，别说啊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？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这个，你的有多长，有多宽？这是不好说的。快告诉我嘛！就这么一点儿、天哪，好小啊！那你有用套子吗？不好意思去买。切，买个套子而已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那你帮我去买。好啊，没问题，5块一个。杀猪吧，这么贵，一般的才2-3块。上哪能买到那么便宜的套子？药店啊。药店能买到那么便宜的？你开玩笑吧？那当然啦，你可以多买几个，说不定会打折呢。买那么多干嘛？一个就够了。你可以用好几次嘛，以后用得着。为什么？一个就够了吧？哎，没常识，用完了你会怀孕的。你说什么啊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没有文化，哇！常识，避孕套当然要多准备几个了。流氓，我说的是手机套的了。